今天去洗手台吃饭。我试过了。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灵性的孩子，他会有点像我哥，就是会有点调皮啊、三八这种个性。可是那是在还没有出事之前嘛。再怎么样，我们也是你的家人。遇到事情，大家一起想办法，一起解决。出了事之后，性情变了，有点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。这囡仔吼，我唔知你在想啥呢。晶晶啊，回来哦。想说啊，我们弄气氛哦，和就融洽一点，那让他开心一点，不要一直去想到以前的事情。可是是想说，我们已经是一家人啊，也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样反而会刺激到他，我也不知道。最重要就是保护他这样子，你要赶快长大，赶快变坚强。5月15号，那年雨不停过。